时候来海边啊，就想静静的坐在这里，吹这个海风，看着这个大海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想这样子坐着。那退潮了，有好多东西讲。哎，你看。那退潮了，这个腊螺太阳晒的它就白白的，这个螺很好吃的，初恋的味道。我这边很多，这边你如果勤劳一点就可以捡到很多东西。你看这里面那里一窝都是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里面过得很大，这里一窝啊，浪来了，哇，这个地方都是，哦，这个大，哦，这里又有，哈哈，这下面又是，这里应该有很多那个南门车线，过去看一下，你要慢慢走过去，看它在不在。我在那里，那几个家伙，嘿，你看，呵呵，不过抓不到的。这浮老很多。哎，哦，有个螃蟹在这里。感觉看到这里面。看看这个石头能不能搬上来。哎呀，搬开这个石头子。哦啊，可以啊，搬开了。哦，来，那水太浑浊。哦，你看，哇，大螃蟹。起来起来，呵呵呵，哇，很大哦，高蟹的，哇，走进了。我也今天来捡螺的，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螺，这里还有很多螺，我感觉看到，还有一条海蟾蜍，啊，那些方便木不要了。哇，这里够，够大！啊，哦，哦，满满的，这个很，我前面还有很多。来了，全山都湿了。来看一下我朋友这里有没有鱼钓，在这里钓鱼很舒服的。以前这里经常上大货。来看一下冰箱有没有钓到什么。哇，等等，哦吼，哇，这个鱼好，哇塞。那边也有朋友在钓鱼，来了，甩一缸了。哦，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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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我那个上来那个挂地球了。现在把那个线子拔断了，好了，回家了，也不敢了。今天抓了，告知了，来看一下。哇，也很多螺了，还有抓了一个螃蟹。今天这个腊螺很大，好了。
边这个老移民捡了一大袋的。你看你追我。哎，我叫你厉害了。你看。这个叔叔捡了一大袋了。这个腊肉很好吃的，一大袋的，这里都是。这个弄多，害怕你。他来叫我补给你了。不过这叔叔老移民的，他也不怕。好了，现在回去。我回来慢慢的做好饭了，现在在蒸这个螺。今天做的螺很大啊，好了，现在开始蒸。我今天猪肉焖豆腐北，我们这里还有青菜。熟了，来过来看一下。这个螺你不要看它小啊，这我们这边是最好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还是那一句，生活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，下期再见了。现在出去跟妈妈吃饭。那我就是你。